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爆发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，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华生大师，师母丹增嘎措图登基地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好。I still。谁人的？欧拉米哥。欧拉米哥。给给侬すごい。一番。一番。気持ちいい。気持ちいい。準備。やび。プリンプリン。こんばんは。大家晚安。今天没有这个，你问我答吗？没有，今天跟明天都没有。哦，今天跟明天都没有你问我答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没有你问，所以没有我答。那这一个礼拜来，师尊的感受很多，就讲自己的这个心声。那么昨天是星期五，那昨天下午2点到3点，到2点到5点的时间，其实我们宗派里面有两个这个牙科的医师，一位呢就是洪桂清小姐，洪桂清小姐，她是牙医师。一位呢是庄敬耀医师，两位牙医师。那么在星期四那一天呢，这个洪医师很晚他才从山上下来，那么赶忙的，很忙的我去了他的诊所，
然后他帮我检查我的整个牙齿，因为我口腔非常的痛，那也帮我开了药，他忙到晚上10点多啊，还没有吃饭。那昨天星期五呢，因为他们医生跟医生之间有互相来往，互相推荐，他联络了这个就是 Bill 的一位医生，他是根管治疗的专科，根管治疗的专科。那么我跟师母跟庄俊耀医师就去了根管治疗的医生那里，于是我口腔呢就做根管治疗，是昨天下午2点到5点的时间。这2点到5点的时间呢，根管治疗，我们常常讲牙痛不是病，但痛起来要人命。这个今天啊，我不想哭了，因为已经哭过好几场，所以不哭了。但是每心跳一次就痛一次，连续3个小时，就是昨天从2点到5点的时间，那个庄金耀医师这个陪同我在医院里面，因为只能够一个人进去。那个痛啊，就是差不多这个，你们这个牙痛过没有？牙痛很痛，牙痛是很痛的。我连续痛了很久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才找这个贵卿这个小姐帮忙啊检查，然后转诊给这个根管这个治疗的专家。连续痛3个小时，那个麻药的针啊打了不知道多少针，还是一样痛。最后啊没办法，我吃了鸦片啊，鸦片是止痛。我这时候才知道林则徐这个把鸦片烧了是非常可惜。原来鸦片是可以治病的，可以止痛的。连续几天，我从星期四开始，星期五、星期六，啊，连续3天，我都吃鸦片。
就是止痛，就是止痛。这个吃了会上瘾，会上，听说是会上瘾的，所以等好了就要停止。我觉得佛陀讲了一句话非常正确，他常常说法以前就讲了，谛听，人生是苦，什么最苦？我觉得老是苦，你看这个街上多少人，多少老人在晨跑，在街上你看到多少老人在走来走去啊？老人都不出来了，因为他行动不方便，还有病苦是最苦，病苦是最苦，只要病上来了，我昨天还想什么这个 Jew 27 Main 45 and 这个85啊，Main 85，明天是我农历跟阳历同一天的生日，农历是5月18嘛，阳历是6月27，在这一生当中只有两次，一次是19岁，一次是77岁。19岁不懂事，也没有过生日。77岁想要过一次农历跟阳历一起的生日，你看四大不调，第一大不调脚气肿重，脚气肿痛，脚啊肿得跟萝卜腿一样，萝卜的腿这么粗，全部的水在里面，脚气肿痛，那个是水不调。再来腰痛，腰痛啊，腰整个腰痛已经痛很久了，终于牙痛胜过腰痛，腰痛就不去管。腰痛是火，是火，再来这个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很奇怪，以前不喘的现在多喘，这是属于轰啊，属于轰啊。再来整个牙床肿起来发聋，一直到了眼睛，这个痛痛到眼睛，痛到这个，我昨天在想痛到头，这个地水火风全部集合起来，
一起痛。我在想说，哎，礼拜六的同修不做了吧？礼拜天的生日也不做了吧？大概也没办法做了，这勉强啊，走到这里上了法座。顺其自然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休息。我在想啊，将来的身体能不能再继续写作？能不能再继续在法座上说法？没办法想的，根本没办法想。所以我们这华人讲来一句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有谁知道呢？有谁知道明天你会怎么样？我在星期四的晚上啊，星期四的晚上，因为腰痛，腰痛，是星期四的晚上，那个莲生上师，你帮我按摩那个晚上，不是你帮我按摩是哪一个晚上？一个讲星期二，你讲哎，我是星期三开始牙齿痛的吗？哦，那就星期二晚上你帮我按他懂得这个按摩，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帮父亲按摩，然后还有他去学过按摩，他学过按摩，他真的是很道地，按摩是非常道地的，全身他都按摩，穴位他都知道，这不按而已啊，一按就痛。现在 COVID-19 都在找它的根源，我也是在找我这个为什么牙齿会肿胀的根源，是根源莲生上师帮我按摩开始。他按了那一天晚上啊，我没办法睡觉，这火就上来啊，牙齿就开始肿啊，这痛到不得了，痛到眼睛，痛到头，痛到没办法了。那洪桂清师姐，她是去上爬山，晚上回来都快八点了，还请她，她还。我还到他的诊所，到了十点，晚上十点都没吃饭。还有庄医师啊，昨天他陪我在医院里面，哦，那个痛苦。怪不得我看见地藏王菩萨，
那个就是时无间的痛，时无间，没有时间性的，就也就是说连续的心跳一下就痛一下，打了那个麻药针都没有办法止他的痛。现在才知道鸦片才能够止痛。所以这个就是身体无常，生命无常，一切的变化无常。你看吧，哪里那么巧，明天我过生日耶，老天爷也不放过，华盛顿州最热的一天破纪录的，明天就是最热的一天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室啊，他的，你看华盛顿州是美国的西北角，一向都是寒冷的，冬天非常的冷，冷酷，夏天热也不过热个表面的，我们想说热一个月吧。也从来没有那么热的，没想到破纪录了，明天几度啊？108度，哪那么巧，念珠就108个。108个，难道是活菩萨庆祝我生日是这样的？啊，最近我常常讲，生有何欢？死有何悲啊？真的，你看破了，这个生死看破，生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死又有什么好悲哀的呢？佛陀讲的，人生是苦，来就是要酬业，把你业障给它消除，再来你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，能够像莲华生大师一样弘光化身，像莲华生大师的师父施利辛哈，他就是弘光化身，无后有，就是莲花，就是弘光化身，莲华生大师就是弘光化身，你一定要修到像莲华生大师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大成就。所以佛陀会讲说，
他自己的身体，其实也不是很好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因为他过去是曾经打了琉璃王的一个头，那时候释迦族在海边抓掉一条大鱼，这个大鱼是琉璃王的前世，释迦族了就把这一条大鱼整个村子里面全吃了。佛陀那时候还小，然后他去打拿这个鱼的头，因为打拿鱼的头以后，佛陀在世的时候他都有偏头痛啊，偏头痛痛不痛？也是很痛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身体也受了偏头痛的苦。另外呢，佛陀的肠胃也不是很好。他们那时候所喝的水都是从河里面拿起来的。喝的，他在最后一次人家供斋的时候，他可能是我们一般人讲说他吃了腐败的肉，那个铁匠啊供养释迦牟尼佛腐败的肉，显教就讲说不是腐败的肉，佛陀是吃素的，所以是腐败的草菇。说是腐败的草菇，吃了腐败的草菇，然后他要喝水，刚好500商人过河，水污浊了。阿难去恒河取水，水污浊了，回来他没有水可以喝，自己肚子又不好，胃肠不好，所以他在两个沙罗树下侍居。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，照理说呢，释迦牟尼佛应该还可以在80岁的时候能够活下来，因为就算是污浊的水洗回来，佛陀也有神通的力量，把那个污浊的水化为干净。他喝了水就会有救，没有喝那个水，就是所有的水流干。所以佛陀就圆寂了。所以佛认真讲起来，佛陀也是病逝啊，也是生病了，他吃了腐败的这个草菇，所以就死了。我当时在佛住世的时候，佛陀说法开示之前常常讲的一句话，
就是谛听。人生是苦，事实上也是这样子。啊，师尊虽然这个肉身已经衰败老了，77，这一次呢，这个脚气肿痛、腰痛、牙痛，这个体力不如从前，怎么走一段路、爬个楼梯都气喘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常常讲啊，师尊本身有佛光附体，这老是稍微运动一下，秉祥就知道。我以前讲打太极，打少林棍，打太极，都打完一条音乐的。现在他只给我放1/3，1/3一条音乐没有放完，多少？哎，这一条音乐给我放2/2，我打一打还不会怎么喘。一条音乐本来多少？6分钟的，以前打6分钟都不会喘，现在打2/2还会喘，这个就奇怪了。这是无常嘛，我的这个佛光附体呀，破功了。破功了，很奇怪的。哎，这个人算不如天算，命运啊，啊，明天是老夫的这个生日。搞了半天是华州破纪录的一天，最热的一天。你看那个，连地藏王菩萨都来跟你讲，庆祝你 Happy Birthday， 给你一个八热地狱。啊，地狱就是八寒八热嘛。真正的根本第一是八寒八热，八寒八热，冷就是冷的要死，热就是叫你热的要死。这个地藏王菩萨也是我的 brother， 他用这个八热的第一来给我庆生，真的是有够朋友。有够朋友，真的。那我们讲一点道果吧。现教是第三，依据所依啊，即广施送林，林得13地时，亦沟10地母等，前述后集戒时，依据受记聚莲里，行至13地间。或过瓦器柱，使则道者，不须所依。非此
而以等日简略，我以出地时所应依为出地，同理我为栖地时所应依为栖地，是谓此为大秘密善巧方便经矣。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，若遇七日现正圆满正觉之意气，金刚木须云：一日得成半，竟因是七日之禅定，即此中之意趣，得无生法忍。底下的注解：大秘密善巧方便经，查西藏大藏经目录中未获此同名的经卷，所类思者仅得圣善巧方便大圣经一卷，若二卷为同，则汉地已有一本三种，分别为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、会上菩萨问大善巧经大正藏及大宝积经第三十八大圣方便会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段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，得无生法忍，则即为住八地所言七日之定数，所以每日各登二地，一昼一夜各一地，六昼夜至十二地半。我们先讲这一段，这一段本身就是秘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身体在西雅图，我也这样可以讲，我的身体虽然衰败，虽然在疼痛，我还是在世界各地。当年释迦牟尼佛不是成佛了吗？早就成佛了，但是他的身体一样衰败，但是他一样可以分身，在灵山说法的时候，他一样分身到吉祥米祭塔，将十轮金刚传法给香巴拉国王，在吉祥米祭塔，他传十轮金刚的法。现在就在我昨天最痛的时候，在这个牙科那里开刀的时候，把那个里面的不好的东西打麻药针，用刀把它割掉，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一样分身到几个国家去，
我这个是有证人的，我是有证人的，但是不能讲出来，因为这个跟经典一样，都是秘密。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。我仍然在我牙痛的时候，牙齿开刀的时候，我在教人家修法。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，但是不能讲出这个人是谁。而且是在东南亚、东北亚的国家，东南亚、东北亚的国家。你看，在动刀用牙齿的时候，我这个自己本身分身去了东北亚、东南亚的地方。这里讲灵得十三谛时，亦勾十谛母。这一句话是很秘密的，但是他后面有解释。你到了初谛，你是初谛的空心母，你到了七谛，初谛是欢喜谛，欢喜谛你得的空心母是初谛的空心母，你到了第七谛，第七谛是眼行谛，你得的是七谛的空心母。他这里所应一为七谛，所应一为七谛，也就是事业所应。你在七谛的时候，所应一为七谛，也就是七谛的空心。这个就是依据受具的具连理，行至第十三谛间或过去，住死则道者，不须所依，而此而已等日简类。有的是依空行母修，有的是不用依空行母修。但是你初谛有初谛的空心母，七谛有七谛的空心母。他讲这是大秘密三巧，善巧方便经。其实查这个经典是没有，现在是圣善巧方便大圣经一卷。无生华忍是第八谛啊，大家知道无生华忍，因为无生华忍是一个果位啊，无生华忍是一个果位，无生华忍是第八谛。
这里讲得非常秘密啊，我个人也不敢说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其实我要讲清楚很容易让大家明白，但是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，因为像我昨天在做牙科的时候，我已经本尊，我个人在美国西雅图，其实已经分身，在痛苦当中也分身啊，到了东南亚、东北亚，然后跟事业所应，教导事业所应如何修行，也教导了事业所应如何修行。这种事情呢，讲起来非常的玄妙，但是我讲是确有其人。难的行者就是师尊嘛，那你的行者呢，事业所应呢，你不能讲出来啊。但是他是可以证明，但是我又不能讲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讲。他这个所写的也是很云场式的，完全都是云场式的。这里所写的又金刚木系云，黎明破晓时，成就必无疑。以第六日之黎明为第七日之正果时，共为七。复次得第八地以上，可承办净因，有了知前部地间，以等色二上列。二下列即十名士等五，可成佛，称为十地母等。又云：若以为八地，所应依为八地等说以我同证。宋云：意勾仅以意念即成办，不惜观待外物等。仅以意念就可以承办，这个讲起来都非常玄，讲起来非常玄。我现在那个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两尊瑶池金母，一尊挂在墙上，一尊是金身。啊，其实地下还有，地下因为又要走出门外，然后要走到坛城，地下的坛城。我现在都以在小坛城面前修法，然后挂在墙上。我只要对着那个墙上那一尊瑶池金母讲，念一个人的名字，念一个人的名字，我只要念他的名字，我今天晚上就出现在他那里。另外不只是一个身，会分出很多身，会分出很多身出来，不止一个身。我一个晚上可以让一个分堂，同样分堂的人，一个晚上全部梦到师尊。
啊，你们这里梦过师尊的举手。哇，已经是很多了。梦过师尊的，有时候师尊在梦中教人家咒语，有时候教他锁印，有时候啦教他如何的观想，有时候教他金刚拳，有时候特别指示他有一些事情，特别去指示他。所以一个晚上我可以到一个分堂，然后那个分堂所有的弟子全部梦到师尊，并不是只有一个师尊，而是很多很多的。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？诵吟意钩，这个意思，仅以意念即成办，不惜观待万物的。我走到瑶池金母面前，挂在墙上的瑶池金母，我只要念她的名字，念出来，我就去睡觉。我那天晚上就在她的梦中出现。而且教他法，有这个经验的人举手。啊，没有人举手。我叫你煮饭呢。师尊叫我，这个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师尊听到我梦中叫我佛法，然后呢，背着我下去地狱看每一个情况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佛法的含义告诉给我，知道吗？哦，还有这本事，不错了。哦，得到第八地的，一般来讲起来，那是一个果位，叫无生法忍。那个等级啊，可以讲是菩萨已经到最高的了，到第八地。我认为，我个人认为，第八地已经菩萨最高，最高等级。了知啊，那个在那个地，你就可以了知全部的地间，人间的事你都可以完全知道，完全了解了。用这个呢？来摄招二上列、二下列及十名士等五。什么又是二上列呢？二下列呢？及十名士呢？全部都是名词，全部都是名词。他摄招啊，上的摄招下的。啊，十种名士，十种明白的教士，他都可以这样子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可成佛，可以成佛，到了第八地，差不多。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他是跳级的，他从初地
跳到第八地，千手千眼，观世音菩萨一下子就到了，因为大悲咒的原因，他就到了第八地，第八地最高级的菩萨了。他这里啊，等五，这个五啊，有解释在这里，意义不详，连作者都不知道等五是什么意思。若依黑剑解释来看，依照这个密教的黑剑解释来看，是解释金刚木系的引文，其黎明破少时，成就必无疑，是省略多句颂文。八地者以三境至瑜伽，以一日至九地之后，依三想加持之仪轨，一日至十地正行之降持回边，一日至十一地，最后不漏失，一日至十二地，为第五日正觉。依此成佛故，于俱连里称名十地。他解释这个，你看啊，越解释越糊涂，越解释越糊涂。一日到哪一地，一日到哪一地，一日到哪一地。金刚木序，我知道金刚木，我在达兰萨拉跟这个达赖喇嘛两个人对话，我跟他讲啊，我看到金刚光，先看到金刚光，然后再看到金刚链，再看到金刚链，然后第三我再看到金刚木。他那个翻译那个人啊，他说金刚光我们可以意会，金刚念我也，他也知道什么叫金刚念，至于金刚木他就不知道，他没办法翻译给达赖喇嘛。他问达赖喇嘛什么是金刚木啊，这个卢师尊讲金刚木，我居然不知道。那个 translator 那个人讲说，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金刚木，就是这里面写的金刚木序，金刚木序的引文。黎明破晓时，成就必无疑。你以为是真的黎明吗？不是，而是你已经看见了金刚木。你看到金刚木的时候啊，所有的明点光变成金刚链，再由金刚链集合起来变成一个荧幕，就是金刚木。我今天用现代的名词跟大家讲什么是金刚木。我们电视有时候啊，在开关的时候会产生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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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一点一点的，里面没有东西，就是一点一点的光集合起来，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一个荧幕出来，里面没有东西。
这个就是我告诉你，就是在解释黎明破晓时成就必位。你只要看到了金刚目，就等于看到了黎明，黎明好像太阳快要出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了那个银幕，天上的那个幕，就是金刚幕。所以达赖喇嘛跟我谈到金刚幕的事情，我也跟他讲我所看见的波叶光、金刚念、金刚幕，到了成形的活菩萨，到了成形的活菩萨。讲这个大家好像听了也境界不到那里，讲了都会有时候会产生错觉。昨天朋友阿美去找神父告解，阿美讲，神父，我有罪，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。神父很冷静地端详她的面孔，然后说，神父讲，姐妹啊，你没有罪的，你只是有点错觉。这个大家都懂，错觉啊。他这个道果到最后讲，没有真正的师父跟本上师是讲不出来的，你境界不到讲给你听没有意思的，你境界到了讲给你听，你很快你就意会了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公园里有个十岁不到的小孩子，有模有样在打台前。我一时兴起夸他练得好，小孩子骄傲的砸下马步，要我推看看。我好奇。推了他一下，他就四脚朝天。一个自称是小孩子的叔叔走过来，指我欺负儿童。最后呢，以2000块钱和解。骗子不是抓不完，而是后继有人。现在。这世界上也是一样的，哎，这个就是天气热了，大太阳下，高温42度，一个老人呢不慎被车撞倒，老人二话不说，立马就跳了起来，身手不凡，反应灵活。围观的民众个个大声叫好，老先生身体真棒啊！老人家身手不凡。老人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躺一下试看看，烫得要死，再不起来就直接火化了。明天就是这个样子。”你在柏油路躺看看，明天这种热的天气啊，到了正午，太阳光正照的时候，
你在柏油路上躺看看，最好还是脱光。小明刚回到家，老妈就给小明一巴掌，今天为什么在学校打架？小明当时就气哭了，不可能的，我今天都没有去学校啊。这老妈又反手给小明一巴掌，好啊，老师讲你逃课，我还不相信呢。这母亲的资历很好，她这样一下子就证明她逃学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昨天晚上梦到老伯生气了，要离家出走，说没有一个月他不回来了。今天早上他问我，昨天晚上你做梦梦到了什么，怎么一直在笑呢？我说梦到加薪水而已。他说哦，难怪笑得这么大声。其实老伯离家出走回娘家，那个老公是乐得要死。好啦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啦。我们明天见。